哎，那我要签名。怎么对不对？不要射电，射到店员。你没有，不要射了。我好怕你射到店员。不要，不要射了，在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成一致队形了。现在很少。对对。草莓啊，然后可以吃啊。还有可以给你拍照吗？哦。你要先跟我们走，等一下先跟我们走。哎，那我要签名。怎么对不对？可以呀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哦。这里也是恢复了。恢复了。来了，游戏区要动了。哇！要我们厮杀？是好有童年的感觉。我要长的。你要长的。我要最短的。我要有红外线。最短的。没有红外线的。我要红外线的。没有。那我想知道。我要红外，我要厮杀。我要这个。拿了，这样子。手小心哦，手小心哦。哎，这不要扶这边。手。哇塞哇塞！大家很强，大家。尖端放圆圈跟气球中间，啊，你刚好就可以开枪哦。是吗？有了。那我们可以换。可以换枪，可以换枪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没开始。要对你还是对？对前面。对。重重的，重重的压着，然后瞄准。放玉米罐。你要射上面还是下面？射下。会有上有下的分别。有上有下，射上面就不要射下面。四五五，好，第二局开始。哇路好强哦，哇好强啊，转枪，转枪的威力，老师加油，老师加油，好好啊你。20-10，好，我们第一局广华赢，我们下一场下一场，老板。好，我以为要放吧，没有没有，我以为。拿枪这样，好好好，要挑礼物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在抽奖。哦，我想要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好可爱。可以啊，那你们第一个来挑一个。这个是礼貌坏蛋。好可爱哦。广华你要吗？你要，你要一点东西。谢谢。然后你要不要这个恐龙六只荧光笔？哦，好可爱哦，谢谢。精准度第一场由我们的红花获胜，谢谢三位神枪手。我的电视，是吗？电视裤子脱下。我觉得其实 OL 其实都可以，因为它其实然后喷鼻血。吊带袜的后面那一条就是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。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今天呢要来请菲菲老师为我们试穿几款丝袜。今天丝袜比较特别，全部都是白色的，因为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黑色，黑灰肤比较常看。然后白色呢，真的是比较难驾驭。那今天请老师帮试四款完全不一样风格的白色丝袜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吊带裤风格。其实啊，这种吊带袜风格的裤子啊，一开始是男生在穿的。男生？很讶异吧？17到19世纪那种贵族皇室，其实男生都会采用大量的蕾丝袖口和蕾丝的裤袜。然后我们人的腿啊，是从粗到细，所以呢，如果袜子拉上来，它的束口没有做松紧。哇，它很低调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发明了吊带袜，牵住你的袜子。17到19世纪都是男生贵族在穿的。随着时代一直的演变，20世纪之后啊，裤子就已经完全取代了男生的吊带袜了。而且丝袜慢慢的全部都是女生在穿，因为它有一种丝滑感，有一种女性象征的代表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老师已经穿好了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场合穿的。我觉得其实 OL 其实都可以。它其实就像喷鼻血，其实它可以拉到蛮高的。那个的泥数比你很多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只有100或120而已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它非常的透，而且摸起来的材质还不错，蛮滑顺。你这个脚趾头好痛，对，可以。
吊带袜的后面那一条就是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，生活中比较少见。下一套，大家看到露西选的就可以知道她的年纪大概是在哪里。这个是应该是大学生的专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偏文青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连我的定制？我以为编织裤接下来我们这个是草莓的，然后它上面有做一点双击，这个应该算是中筒袜。这种裤袜类、丝袜类型的东西演变到后来的各种造型的，中筒的、大腿的、吊带的，各种颜色，红色、灰色、肤色、黑色、白色。那老师现在穿的呢是我们的草莓中筒袜，然后它上面滚着一种婴儿的边，婴儿边超可爱的，女友感非常的重。轻熟女想装可爱也非常适合草莓的 Air Force， 性感的丝袜穿起来可以这么可爱。对，它其实很透，现在蛮可爱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款特殊款，那应该算大腿袜。然后它的单数应该也是不高，我觉得非常的痛。像这种丝袜，如果你腿不细的，穿起来会放大出你的缺点。像我这种露的腿啊，我再穿白的，永远看会超级肿的，很像是灌墙，知道吗？你可以穿吗？可以穿吗？来，穿这个。对，它好恶心。老师，我尝试过后，我才发现原来丝袜这么舒服。那我的话是不是就穿着去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有点奇怪。好了，叫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双。老师，这一双的单数高吗？这一双应该大概只有100。这一种冬天算是完全没有御寒的效果，只有两个作用，一个就是让你的毛孔不见，第二个就是让你的肤色很平均。这个的话应该会显腿粗哦。如果说腿比较壮的。不要撞了，但上面还做了一个小蝴蝶结的设计，意味着什么？这一个的裤子不能穿太长，不能遮到这个重。它应该可以穿芭蕾舞鞋或者是白色的小皮鞋。那我们来做回我最喜欢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网袜。这种网袜呢，大家就会看出来，丝袜其实啊，它就是靠不一样的编织手法，让它产生不一样的感觉。像这个就是洞洞。那为什么男生呢会喜欢网袜？这就要从男生最原始的欲望，因为网袜这种网子啊，有一种渔网的感觉，有一种捕捉的感觉，它有一种捆绑束缚的感觉。它脚底板的网子一直到脚趾头，腿围越大，它的洞会越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种变化，其实非常好看，因为感觉你的腿被包覆在这里面，而且其实是不透的，很奇怪，很神奇。因为讲说它封住这个观念啊，其实不会，这样穿起来是反而比较热。有一种料理也是这样，把肉塞在里面拿去烤。对啊，今天介绍了五款白色的丝袜，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？这几款好像其实就不太好。很难，比较表演类型，很难，对，或者是很可爱的类型，会让你的另一半穿起来很年轻哦，好不好？就推荐给大家喽。我是一楠，是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